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六六。去年做的手，今年也该长出来了吧？每到暑假就有不少游戏折扣抢夺玩家的荷包。今天要帮大家介绍 Steam 夏日特卖及大奖赛活动，炎炎夏日买一波，在家里吹冷气打 game， 还有什么比这更爽？Valve 旗下平台 Steam 每年都会有两个大促销，一个是圣诞节期间的冬季特卖，一个就是夏季特卖。这次夏季特卖是从6月26日至7月9日展开，除了《只狼暗影》双十首度打八折以外，其他像是《恶灵古堡2》重制版、《恶魔猎人5》也寄出66折优惠。《刺客教条：奥德赛》《魔物猎人世界》皆下杀五折，即将推出电影版的台湾国产游戏《返校》也下杀五折，不到150元就能入手，根本意图使人剁手。这次夏季特卖，官方也同步举办了 Steam 大奖赛，玩家可以从五个队伍选一支参赛，并完成任务挑战。官方会从前三名队伍随机挑选出玩家，赠予 Steam 愿望清单中的第一个项目。大奖赛总冠军队伍中被随机选出的玩家，则会获得其 Steam 愿望清单中的前一至三个项目。有了这次的夏季特卖活动，之前想玩却又买不下手的游戏，看来这次可以全速收刮啦！